主料韭黄300克，鸡蛋2个，辅料油盐蚝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食材，韭黄洗干净切断，炒锅下油，下韭黄翻炒，加适量盐，把鸡蛋磕下去，翻炒几下，加适量蚝油调味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，也可以把鸡蛋先炒起来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